外球迷眼里的世界杯。干啥呢？看世界杯呢。我年年看，这国际大赛你踢的就是比咱这边好。那你看好哪个球队啊？我看好英国队。没有英国队，但英国有两支球队参赛，你看好哪一支啊？两支球队。那一个国家不就一支球队吗？英国除外，英格兰和威尔士都属于是英国的。英国还能这么整？是不是走后门了？送礼了？大部分国家，一个国家都只有一个足协，但是英国除外。英国人家有四个：英格兰、苏格兰、威尔士、北爱尔兰。要这么个整法，那我们也该多整几个足协啊！你整他几十个，实力不行，你整再多也不好使。你还看好哪支球队啊？瑞典和意大利。哎呀，你说这俩队都没参加世界杯，俩队不都足球豪门吗？为啥没进啊？哦，是不是他们主教练犯事了？话多了呀，你这不是挺懂球的吗？必须的，你铁子咱也是铁子铁。哎呀，跟你聊球挺危险啊。你知道啥是世界波吗？足球场上的一种磁场电波吧。那你知道啥是帽子戏法吧？你知道，你的球技太高，把对手当傻帽给耍了，你这俗称帽子戏法。世界杯有哪些奖项？大力神杯呀。还有呢？不就这一个吗？还有世界杯金球奖、金靴奖、金手套奖等等。你踢个球你整那么复杂？那你能不能预测一下今年世界杯的冠军呀？ C罗在那个队里肯定夺冠。哪个队呀？西班牙。他是葡萄牙。哎呀，你这世界杯咋看呢？葡萄牙，葡萄牙。